做压肥丸子神清气爽的，都没有味道了。现在没人抽烟，小孩子长蛀牙都可以用这个压粉哈。而且商家他也说了，你买回去随便用，如果你觉得不好用的话，随时都可以退回来。现在先换一个妆，天天买件新衣服，今天打算穿起去上班，我还没穿呢。今天给你出一个化妆教程吧，我已经很久没给人拍化妆的视频了。我首先我是个懒人哈，我会直接这样子，然后再让你想一下，再拍一拍吧。其实底妆它一定要厚，它越厚的话它就越瞎。我有两个粉饼，真的很好用，这个我可以用完了，买个新的。在我橱窗买的哈，它粉质真的很细腻，直接在脸上涂一层那款有光感面膜，是涂一层，一秒磨皮，它在额头这里啊，真的，一秒磨皮，而且它这个持妆效果很强。腮红一定要做疤，这样会更加好看一点。细细的，还有一个眼影盘，这个眼影盘画出来很清楚，有点色，淡一点，均匀的涂在眼皮上面。这个橘色的，它虽然是橘色，但是我觉得它上面的时候还是不是很橘，带点棕调的感觉，很好看的。然后再用黑色的，加深一下。但是是亮晶晶的，这个亮晶晶它是牛郎平替。真的好好看，这个颜色扩大我们的双眼。然后用这两个，这个是想给大家做什么，最后再涂上口红，因为我的眼睛加进的。这个颜色真的好美，我加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妆容的话就完成了。然后我这边涂一下，这个色彩太明显了。瞬间好多了。这是这一件，这个是今天比较火的坑斗裙。再涂个这个天丝簪，我已经画好了这一身衣服，感觉还是挺好看的吧，就比较显身材这一套，因为它是那种紧身的嘛，就比较显我们的腰臀比。你们觉得它好不好看呢？我觉得还可以哈。好了，我上班了，拜拜。